到珠宝之星女王的珠宝沙龙。其实情人节就快到了，今天珠宝之星带领大家来到海瑞温顿，挑选一些可以馈赠给情人们的最好礼物。表情达意，馈赠情人最好的礼物莫过于是腕表了。首先我们要为您推荐的第一款腕表是女士腕表，也是今年在巴塞尔表展所推出的第五大道 Avenue Collect 系列 Cherry Blossom 腕表。第五大道是海瑞温斯顿总部的所在地，经典的线条和矩形造型的表壳令人联想起装饰艺术 Art Deco 时期的装饰元素，也正是在此时期海瑞温斯顿先生创立了同名的品牌。这款 Cherry Blossom 腕表特别将樱花绽放的绚丽之美展现于表盘之上，用了39颗圆形明亮式切工钻石和29颗圆形明亮式切工粉红刚玉，勾勒出灿烂缤纷的春日花景。接下来要推荐的也是一只女士腕表，敬业 Midnight 系列29毫米低钻自动腕表。这是海瑞温斯顿首次采用29毫米直径的表格，也是品牌畅销名作敬业 Midnight 系列中尺寸最小的一款，搭载了自动上链机械机芯，精巧别致。表盘上面则是用了三种不同尺寸的钻石错落排列，呈现寒冬雪夜的景色。102颗圆形明亮式切工钻石幻化成净白无瑕的雪花翩翩飞舞，洒落在深蓝色的表盘之上，充满了迷人的风采。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两款男士腕表，首先这一款也是敬业 Midnight 系列 Day Moon Phase 42毫米自动上链腕表。这款腕表呢，具备了极致简洁的风格，透过了偏心表盘、日期以及月相复杂功能的设计，来凸显海瑞温斯顿在制表工艺上的卓越表现。这款腕表搭载了自动上链机芯，透明的蓝宝石玻璃表背让机芯的运作一览无遗，最适合品味独具的都会型男。最后一款推荐腕表呢，则是 Project Z 11腕表。2017年全新推出的这一款 Project Z 11腕表延续了 Project Z 9以及 Project Z 10的风格，兼具立体建筑感和独特的机械魅力。表盘部分则采用镂空结构和网格装饰，并且配备了大型的日期显示窗，搭载自动上链机芯，整体创造出一种富有运动气息又兼具了优雅风范的完美平衡，最适合于热爱户外运动的阳光型男来佩戴。以上就是珠宝之星女王的珠宝沙龙推荐给大家七夕情人节最佳的腕表献礼，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